大家好，现在哦，在那个凤林哦，来介绍一块那个后面有萧南岭的那个品种建地。好，我们这个品种建地总面积 171.16 坪。哦，那个马路上占用了我们的建地大概10坪，所以我们的肉地大概有161坪。好，我们的土地哦，在那个赞叹工坊附近。好，我们这个品种建地，建蔽率是 40%， 容积率是 120%。好，我们的土地哦，尺寸是林路面宽是25米，好，深度31米，坡面的宽度是19米。我们这个土地哦，离那个赞叹工坊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就是赞叹工坊。哦，我们的土地哦，到那个火车站凤岭火车站，哦，大约是5分钟的时间。哦，火车站商圈，哦，也有那个统冠生鲜超市，有全联，啊、哦，福利中心、邮局，还有农会信用部。还有这个传统市场，啊，咱飞机起飞来看卖啊，看卖这块土地，哦，边啊，哦，拢种萧楠木，萧楠哦，萧楠呐，唔知啊，大家会使 Google 一下，啊，台湾萧楠维基百科里底有讲哦，伊的学名就是 Carlos Settlers Formosana， 又称台湾翠柏、萧楠。五肉树啊，为萧楠属之常绿大乔木。该属目前仅存四种，台湾萧楠为其中之一，并为台湾特有种，存在在海拔300到1900米的山地，为台湾为处海拔500到1800米的暖带林之主要的造林树种。哦，这个萧楠是台湾针叶树的五木之一。哦，台湾萧楠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卖的地哦，在这个萧楠岭的前面。这个杂草丛生啊，哎，大致上这个土地到这里。我们从这边上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土地比路还高呢，哎，这个都不用填土哦，比路还要高。这边有自来水哦，可以申请。这个旁边这个是大排水沟，我们又走到那个。土地上方这个萧楠岭这里哦，还有一条那个小路，我们穿过这个树林哦，过来去看那一块地。这个地哦，有兴趣哦来一天哦，非常欢迎，这地点也不错哦，享受森林浴。这个太阳，这个哈、哦，太阳照到这个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卖的建地，品种建地，171坪。我这样看哦，应该是都平的，哎，不用填土。这个原则上，这个建地哦，都比那个路还要高。飞机降落啊，以上哦，哎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你来看地
啊，欢迎来电委托啊，我是永庆不动产林义伟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，谢谢。